都不难了。我觉得娜美挺难的，那个技能特别难做。泡泡，太讲究了。有盾，打他一波。我有自己的节奏，生活很简单，拔枪就射，不然就坐等错了。哦，还滚过来打我，快快升个二。脑子转快点。有人用刀，有人用枪。哦，有皇帝进来直播间了，大哥来了。他们很想打呀，我就开疾跑了，只是他们追出来我是能上的。先吃个果子吧，我们没引燃，对面有个治疗不太好杀呀，可能可以先搞奶妈，他给自己加的血，他治疗给自己加血是不多的。哎，我们有那个的，我们是有引燃的 ，W 一波。哎呦，还死掉了。我还以为我们带的虚弱呢，搞错了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怎么飞坤来了？他没闪来吗？这飞坤什么时候来了？早知道我在塔下躲着了。可能还能坚持一下。问题不大，你的 Q 还可以，好像没怎么坑过。老辅助了，奶妈没闪，等我们五级，我们可以直接满血冲他们的，他们满血也能上。大招可以慢点放，对面有沉默，还有一个奶妈的，还有一个薇恩的 E， 有两个能打断我的技能。等一下，露露五级，露露五级了吗？五级了，哎，好像没有给我大招，大招呢？给自己大，原来想自己吃人头，行。好吧，想当 AD， 露露想当 AD， 给你点个赞。这波我上去的时候他还没那的，我回头的时候刚升的五级，被他们追着打，我靠！有人用刀，有人用枪，为什么不能刀用？问题不大，露露得先回个家。我已经有蓝切了，不太好打，说实话不是很好杀了。现在他装备比我好，我现在还没有重伤，没什么冲他的资格了呀。他们有人在，我们这波猥琐点。他现在一个威严三环打我很痛的。他们要拿小龙啊，得交流一下，感觉这波对面挺猛的。在打龙了，他们三个人在打龙，魏在打龙。敌方已击败亚龙，二比二还能打过，真的。
而打。我一上去的时候给我大击飞他们。啊，就这么打的，先锋被抢了，暴力就直接冲就行。如果不击飞的话不好杀的，一波击飞控制链连起来了，这把有点劣势。再 A 一下，哎，这一层皮还没吃到啊，对面这波可能会冲我们啊，但是我们状态不错，我们打野在先蹲一下，等打野过来。这应该没眼的，冲奶妈就行了。 W 一下，哎呀，被他推到沉默里了，我靠，应该能追死，两个没闪的。啊，这波格温捡起来了，很舒服。塔拿下，飞机装备挺好的呀，影魔刀加个魔钟，6900的经济。护甲旗，能动手，我方中路防御塔，我在路上被攻击，发起攻击。这把对面打断的技能不算，哎，小技能还挺多的。哎呦，被单杀了，能 E 他E 到就死了。一起来，一起来，给我个头，好，黑头，黑头失败。奶妈在中路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直接越他。看他给不给位置，来，直接上，不上没机会了。这波不用这样的，不用给我大的，开个屏障。走吧，这奶妈大招击飞不了的时候还不用给，能击飞的时候给我就好了。W 一下，飙个闪吧 ，Q 一下，能挡一个技能。哎呦，他们怎么冲那么快呀、啊？都没技能了，飞机没有位移，能杀？那我们状态太差了，记不了，记不了。猴子都干嘛？石头空大了，嘿嘿嘿。我有马上有大了，他有打断，来大招，还不太好追啊，追不了了。QA 有大招，现在他们有打断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还是不要上，来上一波 W 挡输出。A Q A， 哎呦，还是死掉了。还行，这波他们技能不多了，赚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格温拿吧，这把不是太优势 ，buff 要分一分。格温拿红 buff 还挺有用的。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拿一波。两个人，对面有一条火龙。猴子不在啊，能来吗？先开，直接开猴子，哦不对，那个石头直接开，撞起来。人的，随便开。哦，这边三个，可以。W 一波。Double kill。嘿，飞机你还要回城，你逗我。猴子呢？嗯，猴子来了呀，死掉了呀。猴子在哪里死了？
跑了个位，再撞一下。溜溜，我先溜了。打野好像能打，一打二打得过猛人啊。打野是个猛人，做重伤吧，大穿甲没意思。为什么？是太厉害了，所以没意思了吗？冲！不然就坐等错过。打野是你小弟，来拿增益。打野是谁？拿个红。要说最害人的就是安逸。哟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浪一波，转起来！怎么样？这波够不够浪？来，你出来，我直接E你。结果你出不出来，没水银系带，有水银系带这波能收起来，被定住了，动不了了。吸血，我来了，冰糖三号来了。有小龙啊，有大龙。已经练了400把男枪。26号，正式服更新新版本，26号，暴击还不太够，出这个吧。来拿增益，烈阳，狙狙，红 buff， 减减，他们打野死了，哎呀，拿大龙结束了，集合进攻，那时难决。迷之操作，中单2-6太牢了，躺着上王者，我方已击败，那时难决。哼，要说最害人的。有没双招，看到人直接E，不用考虑了。哎，打野先送，打野先送，我们后送，别着急啊，等打野送，哎，打野不走，妈的，哎呦，我死掉了，我走不出去了，给我大招啊，给你大招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是我的辅助哈，给打野大招不行啊！哎呦，不会打不过吧？哟，翻盘了呀！完了呀！我没看，我把对面杀了4个吧，还是3个？这都没打过吗？我杀了几个？我杀了4个吧？怎么会打不过啊？卡丁3件装备啊，还行啊。算了，稳住吧，稳点吧。这边飞机是16000的经济，说实话有点高。来跟一跟，来拿个小龙。飞机装备很好啊，神装的。集合进攻亚龙。他最后一件说服我甲嘛，还是无尽。能动手就少废话。飞机出了个大穿甲，重伤。亚龙。
他这套装备爆发不是很高的，但是有持续伤害，输出不停。我可以回家出个复活的，做黑切也行啊，做黑切吧。哎，我水银系带一直没做，做一个吧。输出也不用太追求了，先把那个免疫控制的做出来，大招不会被打断。一直没做这个装备，可能是因为对面没怎么打断我，我的大招都能放好久的。有人用刀，有人用枪，为什么不能都用？哎，这里面有真眼还是有人啊？生活很简单。拔枪就射，不然就做点错。猴来了，猴被逮住了。好，上面少一个，直接冲，有闪现。妈的，我现在是愤怒的小鸟，我要上了。要说最害人的，打龙吧。不让他们看龙就行。哎，我怎么 E 不死他呀？哎，我 E 的是。生活很简单，拔枪就射。对面有点东西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团一波，好好团一波。还有 buff， 这飞机挺骚的，说实话，挺骚的。那没把他杀掉，来，等你，快，不然我要开枪了。来来来，中路冲了，虽然那个几波打成这样，但是还是能冲的。前面没冲好。哎，打野追不上，飞机的伤害挺高的啊，注意一下。好，往后拉。好，大到了，这波对面爆炸了一波了，快。哎，我大招摁慢了，不然还能多杀几个。